我们的主席一看到文灿，整个绷紧的脸部肌肉整个都放松下来，笑开了。那个会再延长半小时。文灿的功夫好，不是只有聪明、记性好、省油耐操，文灿是可以适合任何人。任何人到他面前都没脾气，心情都会好转。你看看我们吕副总统有个性吧，但吕副总统一看文灿心情就很好，都不会生什么气。你看我们蔡总统有个性吧，蔡总统有一次在主持中常会啊，心情不好，会就要结束了，但郑文灿是中常委，这个时候正好郑文灿中常委从门口走进来，我们的主席一看到文灿整个绷紧的脸部肌肉整个都放松下来，笑开了。那个会再延长半小时。所以文灿这个本事是没有人可以拒绝，这个也不是谁可以学得到。